一共涨500块钱，给你200块钱，你还要涨币？给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噔噔噔噔。啊，上次。上次给你一半了，这个再拿过来给你一半。上次让他拿过来没拿过来，你说卖掉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其实我没卖，我怕你要。连个一起。一块石头和两块料子。但是连个一起的话，你价格给不到位的。来，这就是那块料子了，之前有开过，来打灯，基本上是对穿掉了，而且这个地方擦了一点点。裙底啊，裙底。上次涨了哦，这只可别给我乱给了，你还记得多少钱给的吗？1800。对，才给我1800，我想要3000你都不给。这只的话不行，就3000。2000，上次卖1800，这占一半。不一样，上次都涨了，你这那一半比这还大一点。那不一样啊，这只有涨，你看这边我差了一点点，你看。一块石头劈成两半，一半上次卖1800，这边卖3000。这真的是要3000，不合适嘛？合适。哪里合适？涨了嘛？你看刚刚也涨了，每次都涨了。不合情不合理啊！2500嘛，要500块钱嘛，别三千。真的就3000嘛？这只其实那两个石头如果粘起来，真的我是卖6000呢。来，这个地方确实呢，主要是这条带子涨的那么多，对不对？3000块钱又不是很高，哎，算了，2000吧，你发我也发，哇，就2800了，最近穷啊。再拿200喽。2800可以了，下次高高给，好吧？每次都这样，每次涨都没有给我红包，这100、200红包真的是。100、200，那还要怎么地嘛？涨了才涨多少嘛？好吧。是啊，一共涨500块钱，给你200块钱，你还要涨地？好，总不可能你占大头嘛，我出的钱嘛。那这个料子就不用多讲了，直接擦啊，擦开了看效果就知道了。垮了呀，发白呀。这个是裂，你把它擦掉再说。我操，这个裂是这么走的呀！来，这次开出来比上次还好看呢。对，所以我都要一点这果冻啊，果冻啊，来，情敌的果冻啊，情侣的这个东西，做货是真的漂亮，真漂亮，再给你加200啊，可以的，谢谢，3000，好嘞。